是我们的水色大坝，这一段是最美的，真的很美耶！真的没有自己来体验，没有办法感觉到这么美。我觉得这样很好玩哦，已经在森林里面了。哇，我们要排除一下状况，前面有导数。等我们一下，我们抓毛了。哎呦，我吓死了，后面就即将就是那个山崖了。周六晚间八点，东森综合台《花甲少年去旅行》。